你一天之中用到的数学算术有哪些呢？现在几点？公车还有多久会来？咖啡买一送一便宜多少钱？这些加减乘除和应用是我们一生最常用到的基础数学，而这套数学翻翻乐就是要尽可能的帮助孩子熟悉这些规则。这套书不管是讲加减法、乘法或分数小数，在开头都会定义这些是什么意思，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哦。有了定义，就能够去从意义掌握他接下来要做的所有数学游戏，还能扩大到之后他遇到的所有算术练习。书中每章的设计都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，加一点变化，再加一点点变化。例如加减法会带孩子先算10以内的加减，熟悉各种能组成10的配对，再学计算大一点的数。每一个小翻页的内容，从各主题的开头到最后，也是从最简单的练习开始，渐渐加上一点不同，让孩子可以在翻完小翻页学习时，一点一点增加对数学的成就感。全套书不仅要让孩子熟悉基础数学，还要让孩子对学数学有信心。每个小翻页的题目不仅跟生活结合，而且类型丰富，帮助孩子在不同情境下练习再练习，游戏再游戏，加深对每种算术的印象，最后自然而然地掌握这些规律。小翻页上的可爱插画，一方面吸引孩子，增加他们的学习动机，另外一方面每个动物和物品都确实画出来，让孩子可以用手指图案一个一个边数边算，强化他们对抽象数字和生活实物的连结。翻页前后的插图变化，清楚表达问题和解答中的差异，孩子就能将数学的运算过程具象地记起来咯。每本书都针对不同主题有特殊设计，例如乘法表这本很贴心的把表做在页面两侧，方便对照；分数小数这本则是有10进位的拉条，让孩子从拉动的动态体会进位变化。每本书最后都有个大挑战，甚至还有桌游型游戏能让孩子跟朋友一起玩。这套数学翻翻乐是给孩子的数学启蒙书，这套书就是要引导孩子认知数学，并且在其中处之泰然，自信满满。全套书的练习都易懂明了，每本100多个翻页，用游戏帮孩子盖阶梯，指引方向，读过还能一玩再玩，让数学成为孩子的好伙伴。